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星游大陆。今天是三日两夜夏日水上之旅，出发。团就喺呢度集合噶啦。首先咧就去呢个沙岗墟嗰度行街。哇！我哋嚟到长江水世界啦，系呢个团嘅重要核心啊！我哋嚟啦。其实我几年前已经嚟过长江水世界噶啦，好兴奋啊！希望唔会太紧张太惊啦。哇！今日41.2度啊！已经换咗一身泳衣嘅装扮啦，跟住开始去玩啦。咁玩之前，梗系要打咗卡先啦。今次旅行团水上乐园系会逗留3.5个钟噶。咁长江水世界咧就系位于中山市南郊嘅长江旅游风景区入边嘅。我去咗个小型嘅垂滑梯嗰啲咧，我个妆已经冇晒 ，OMG！ 乐园入边有12个主题专浪任玩噶。呢度系雨林餐厅啊！想讲咧，真系超级热咯，个地下系辣脚噶。我最中意玩嘅漂流河啊！呢度咧就有一个大嘅造浪池，仲有歌舞表演睇噶。系啊，我扮紧俾鲨鱼食嘅。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去水上乐园的，如果行街不用走一阵就会中暑的了。去水上乐园游下水，拍下照，又有刺激的游戏项目，巨浪飞舟，这一款我是超级惊啊！我想说呢，是真有闪斜的，又不是超斜，但也很惊啊！我飞越彩虹，正啊！呢嚿嘢本来呢以为呢个飞越彩虹是一杯级数咯，点知临尾嗰下都很快速啊，超乎我想象啊！而家嚟到深海漩涡，试下呢啲滑梯嘅厉害。传说中嘅大喇叭就系深海漩涡。其实呢个大喇叭都少斜，好惊我都。话说咧，我啱啱玩完飞越彩虹咧，就流鼻血啦。咁我成日都流鼻血嘅。跟住之后咧，就问工作人员咧，就攞纸巾啦。跟住然之后咧，工作人员咧，好好啊，佢俾咗纸巾我，同埋佢同我讲话咧，其实我可以攞啲莲藕。嘅節中間個枝節，然之後煲水，跟住可能加啲涼茶 whatever， 咁樣煲咧，可能煲幾次咧就會可以少咗流好多鼻血咯。同埋咧，佢教我一個快速止鼻血嘅方法，就係、是、如果我係左邊流鼻血嘅，我就舉起右邊嗰隻手，舉高過個頭咁就得噶啦。雖然咧呢個係一個民間配方啦，咁就唔知道有冇用啦，但我覺得都好窩心啊。是时候要享受一下自由奔放的大海啦！哇，浪的感觉啊！哇，好大浪啊！绿氧泳池有个大泳池，跟住之后呢度就有个有盖嘅。呢个位置相当之老友记 friendly 啊，享受人生草下冇咁晒就呢个位咯。呢度咧都有嘢食卖嘅。價錢咧都合理嘅，咁嘢飲平均都20几蚊一杯咯。咁然之后餐咧就有60几或者40蚊。玩埋呢个滑梯我就要走啦。咁咧呢度咧系有 locker 噶，咁咧每个 locker 咧租金就30蚊，按金就20蚊咯，咁就要准备50蚊嘅。哇，咁快就日落啦！不过呢个顺德之旅咧仲未完结嘅，我哋继续去玩。整体嚟讲咧个设施咧都系有啲旧啦，不过咧都有1-2项刺激嘅，所以都值得嚟玩噶。我之前咧都同我妹咧嚟过一次噶啦，我哋都已经玩到心惊胆战啦。咁今次都回味翻我之前同佢去过嘅地方咯。咁今日長江水世界咧，咁就完咗啦。咁門票咧大概100几蚊到啦，大家不妨嚟玩下啦。今日間酒店係叫大信酒店啊。哇！而家7点几個天係粉紅色噶。酒店個大堂都唔錯喎，都幾華麗喎。好，即刻嚟個 room tour 先。咁酒店房呢 OK 嘅，都大嘅。喂，有浴缸嘅喎，喂 ，OK 喎。跟住同埋都有淋浴间，跟住咧都有两个大嘅床嘅，大概 queen size。咁就都有凳啊，有书台。哇，佢呢个景好靓啊！然之后咧都见到个日落喎，而家7点几啊。跟住望落去咧都见到个泳池啊。酒店隔篱咧就屈臣氏卖嘢，跟住仲有 KFC， 仲有大润发啊！呢度仲有戏院，隔篱仲有啲小食店，就系呢间啊，就系卖精品嘅 Green Party 啊！小心樽喎，好 Q 喎，哇，好 Q 啊 ，Sotobia， 仲有朱迪添啊！呢个咖啡杯好正啊，好 Q 啊 ，Barbie
下你 body。好搞笑啊！呢一个头箍好似一个头巾咁咯，好可爱啊！我系中山嘅夜市啊，大顺商场嘅门外嘅另一边，好搞笑咯！佢呢度有个夹嘅一个位置，劲多夹咯。几大几多嘢行咯个商场，顶层都有啲三体。开始嚟到娱乐嘅时间就夹公仔啦。其实咧，我好少去夹公仔嘅，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好嘥钱啦，又未必夹到公仔。但系适逢今次同好多小朋友一起去玩，而见到佢哋一人一兜代币啊，所以咧我都罕有地加入战团啦。我觉得好玩在于咧，喺游戏当中啊，真系释放咗唔少压力噶。然后咧夹到又真系觉得好有成功感。同埋咧呢个游戏唔多唔少都系要有啲策略噶。好似我今次咁，我明明觉得自己落错位噶啦，哇！点知一嚟就两个啦，嗰种喜出望外嘅感觉，简直系需要尖叫一下。其实有时人生就系咁噶啦，你冇谂过得又会得咗，你谂住一定得又未必得噶。所以啊，其实有时候喺游戏当中啊，要训练下自己唔好得失心咁重啊，都系好紧要嘅。Anyway 啦，总之结果系我夹咗五个公仔，我总共都系用咗50蚊，平均一个公仔都系10多蚊咋。我亦都同自己讲啊，个 budget 系50蚊，总之咧夹唔到都系50蚊，唔会再加钱噶啦。夹到咧就系一个好好嘅 bonus， 一个奖励。夹唔到嘅话咧，我就当我弹咗个玩啦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我特别想夹只傻鸭噶。然后开心嘅梗系遇埋阿妈啦，阿妈又夹埋一份，佢都冇乜夹公仔嘅经验嘅，不过咧有得玩都好开心。如是者咧，我哋就玩咗半个钟啦。个个小朋友都满载而归啊！今日嘅战利品系草个小精灵同埋芦苏同埋水田君，耶！好食过螺蛳粉咯，想讲一条香肠啊，香肠食香肠，自助早餐啊，系佢送啲。呢度有中式、西式嘢食任君选择，心煎房系咁嘅咩？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奧運咧？夏日炎炎啊，除咗去水上樂園之後，梗係要游水啦！健身房啊，都好多人咯。真係好耐冇去做 gym 啦。每次我住酒店咧，都會預啲時間做 gym 啊，或者落泳池咯。咁難得，梗係唔可以留喺間房度等 pick up 啦。咁當然啦，帶個卡啊，拍個 wheels， 梗係唔少得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集帶大家去遊樂場同埋動物園。拜拜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啊，謝謝。